Forbes Magazine 福布斯算是一个纯粹经济的杂志吧，我蛮喜欢 Forbes 的，因为有关于很多财经啊，里面有很多成功人的这个案例还有方向，是个蛮励志的一个读物。他们举办了一个 Women's Summit 女性高峰会，里面就会找一些女权运动的人士啊，还有一些网红啊，各式各样有头有脸的女人，女强人。那其中一个被邀请的女人是一个男的，叫做 Dylan Mulvaney， 这是一个男的，然后自认为自己是个女人，然后就在中国间谍 APP 上面爆红，因为他很奇怪，他在抖音上面在说，就是要怎么样当一个女人。是的，各位看的没错，这个就是福布斯杂志邀请来庆祝女人、宣传女人的人，女人都该向她学习，女人都应该跟她一样有一样的志向。Day 66, being a girl, and today I'm in nature. Trees, I love them. Water, lakes, I love them. Heels, they're my hiking heels. I love them. Okay, come on. Bridges, love them.Coconut water, love it. Not an ad, just love it. Wind turbine, love it. Meadows, love them. The hills are alive with the sun. Oh. I'm scared of getting Lyme disease. Love ya. Did you see that? I gotta get out of here. Did you see that?It's a dragon. Oh my god! Never again! Get me out of here! 这个就是他们心中的女人，一个男人无所事事的穿着胸罩在公园里面跑来跑去，然后在那边爱这个爱那个，怕这个怕那个，然后不小心摔到地上就需要人帮忙。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嘛，对不对？当然不是，这是一个变态的男人有着变态的性癖好才会是那个样子的人，没有女人是这个样子。这样子的女人只存在在日本没有交过女朋友的变态漫画家里面画出的漫画里面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人要不断的强调自己是个女人，甚至要求别人认为她是个女人，甚至要女人都觉得女人应该是这个样子。Day 62 of being a girl, and I have been misgendered so many times this week, and most commonly.It's a follower running up to me on the street and being like, you're the boy from TikTok. It's the boy from TikTok. And I'm like, no, it's the girl from TikTok. And they always feel so bad after I correct them. And that's so not my intention. It doesn't hurt my feelings all that much. But I wear all this makeup and sometimes fake boobs and the hair. And it still doesn't register with people at times. And I was just wondering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do on my end.For you all to see me more as a girl, I know it's not my job. I was just curious. 你可以相信吗？对不对？你可以相信那个是个男的吗？我觉得你只要尊重女人，你只要认为女人是有能力的，是美丽的，你都会厌恶这个样子。整个变性文化，整个变性人，全部都是在侮辱女性，嘲笑女性。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有任何的女人支持这个样子的事情。他们这群人是在说女人什么都不是，女人只是一个道具，一个装扮，女人没有任何的人格，只是一个万圣节的角色扮演而已，可以随时穿上也可以随时脱下。他这样的行为基本上不会被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接受，但是我们的文化被冲击到变成我们害怕说出事实，只要那些人怪到一个程度我们就会接受。这样子让我想到，不知道几年前我还在看那个卡通 Family Guys 的那个卡通里面有一集很好笑，很讽刺，但是当时的搞笑卡通现在变成了事实。Excuse me, ma'am. No porn at the bar. Oh, it's okay. I'm transgender. Oh, I had no idea. Do whatever you want all the time. 对，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因为我说我是个变性人，因为我的性向有问题，我的性格有问题，性别有问题，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的特权。然后我们的社会竟然在接受这一点，这个男的既然这个样子侮辱女人，嘲笑所有的女人，我们应该要怎么回应？
现在很多保守派的人回应是，你不是女人啊，你看你的肩膀，你看你的下颚线，根据性别的染色体，根据历史的依据，文化价值观，你其实不是个女人，你其实是个性别错乱的人，你需要帮助之类的。那他们会怎么回答？他们会说，嗯，去你的肩膀，你的科学干我什么事？别跟我说什么染色体，历史文化，我就是认为我是个女人啊，我不相信神，但是我相信有灵魂，然后神把我的灵魂放错身体了，是神的错，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样， Who is gonna stop me, huh? 现在我们保守派，真正的保守派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勇气说 I'm gonna stop you, 我就是不准你穿成这个样子，这不是你的自由，我在乎你为什么会穿成这个样子的，我会乐意的帮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有义务不能有那个样子的行为，我在乎你，我在乎你的感觉，我在乎你的未来，我会愿意使用权力迫使文化把正常正当还有正义还有这个国家的力量来呵止你继续这个样做。我之前认为我是个传统自由派的人啊，那些人想干什么随便他们，这是他们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自由，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时候了，自由已经被彻底的扭曲了，只有男人挺直腰杆说出事实才有可能阻止这一切，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权力，我们需要重新把妨碍风化这个全世界都有的法律重新执行，当一个男人有义务有责任要去帮助这样子懦弱的男人，当一个人性别错乱跟一个疯子一样当神经病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国家的力量，政府的力量，让他们去接受正确的心理治疗。他们在这边刻意的想要把男人女性化，刻意的想要丑化女人，让女人变成男人，让男人变成女人。前一阵子我的牧师给我看了一个影片，里面的牧师说的很棒，他们在敬拜的神叫做 Ishtar， 是复活节 Easter 的由来。 Ishtar 是谁？就是圣经里面古时的老婆宁禄的妈妈，同时也是宁禄的老婆，还有坦穆斯的妈妈。宁禄跟坦穆斯都是太阳神，坦穆斯的生日是12月25号，有兴趣的去看我的 PHC， 我之前做过一个影片。不过这里的重点是 Ishtar 他的能力就是把男人变成女人，把女人变成男人，敬拜 Ishtar 或是 Semiramis， Semiramis 就是他还没变成 Ishtar 之前的名字，他们的祭司就是穿着女人的衣服去做这些事情的。